好累好累，为什么假日我还要自主加班啊？喂，有事要不要去录影？录你妹啊！我哪有空？没看我行程表满满满哦。早上下去，下周三开会前也用不完啊。洋葱，我有个方法可以让你赶在开会前完成报告哦。真的吗，经理？爬山啊！啊，你干嘛？我们去爬山。为什么？好累。全身黏黏的。很舒服的汗。看看你这小色鬼，你早就想爬了吧？想忍几个月啊？就没时间哈。有时呢，无需想太多，说走就走，凭着一股冲动踏上旅程，这就是人生呐！啊，什么啊？接下来我们去吃午餐。哈？去什么餐厅啊？我平常都叫外送，15分钟解决。去餐厅要吃2小时，哎，浪费时间。好的，请稍后1小时左右会排到您。1小时？1小时吗？那我们去旁边店逛逛。这边为您上主菜，厚切牛排。好吃，好饱，等好久，但是气氛好好，第一次吃这种风格的餐厅啊。哼，比用塑胶餐具吃舒适很多吧。休假时慌慌张张的最不好，而且让心取回愉悦才有意义。每一次体验都是人生，每一口都是真人生啊。啊，好了啦，满足，该努力了。好的，那就努力弹琴。为什么啊？你不是很想学钢琴吗？以后每周四晚上上课，学费当然是你自己出。别闹了，是要花很多时间练习的。虽然我超想学，但我想等有空再开始。别找借口啦，你不知道你的一生有几年都奉献给工作，也太冒险了。有苦有乐有汗水，才是好的人生啊。好吧，买了24期啊，赞呐。这茶庄我熟的，来。好久没那么悠哉，但我还是蛮焦虑的，在这里坐着好浪费时间哦。放空，整理一天的心情，让脑袋暂停运作，这也是人生。手上的茶杯变了，终于要开始认真业配了吗？从刚刚就在洗脑。有苦有甘，这就是人生。人生最美的滋味原来就是这样啊！是不是补满元气了？我们回公司吧。好。在外跑了一天，要加紧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的效率！你疲惫的躯体已经在这一天获得修复了。趁着这股气势，不行，只完成了90%，还是没做完。但你今天不仅放松到了，还以3倍的效率完成90%的工作哦，不觉得很划算吗？别小看心情的调试，学会放松其实是很难的课题。你不是机器人呐，这才是身为人类该拥有的人生呐！啊！吐司掉到地板，你够穷还是可以吃，这就是人生啊。好了啦，哼，你真是个奇妙的主管。哪里，别忘了明天要给我老鞋针人生经的故事脚本哦。OK， 没问题，我就快写完了。更好的人生，更好的老鞋针。够了没？哼，其实我想要的是更强的人生。哈！洋葱，这个认真的广告啊，你连在这边都要变超级赛亚人，太不尊重厂商了吧。老邪真七龙珠 Z 人生经限定版，给我更强的人生，让我抽到悟空吧！喂，还真的嘞！更强的人生，打造更强的人生。老邪真七龙珠 Z 人生经限定礼盒，随机搭配元气杯，全台热销中。